对不起啊，谁呀？董小涵还是……哎哎，你觉得呢？有点儿，我那个……怎么着？撒尿。 那万宝路来，没嘛。嗯，这是哪有厕所吗？前边。前面，就这儿。哎，前边200米有一个公共厕所，不远。来，我走。烟烟酒。 延迟宣布，就能再想办法。要是明天宣布的还是徐建博呢？我爸不会去的。不去？不去不是想办法。这是在逼我。逼你又怎么样？我的后果又是什么？ 信不信？我尽力了，我爸也尽力了。这个公司是国家的，下有董事，上有领导，我们真的无能为力。我也无能为力。你这是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啊！我早就被你逼上绝路了。董小涵走。 这都是你造成的。你和小涵的事儿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来呢？放开！我求求你了，放开！我爸这么多年对你也不薄，他现在都那么大岁数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吧！啊，放开！你就放过我们吧！ 你也别放过我。哎，哥们儿，你就随便找个地儿停，能方便就行了。好嘞，前面拐弯有个酒店，一会儿就到。5星级卫生间，又舒服又干净。 等我会儿啊，亲，那个洗手间在哪儿？哦，在那儿。这个。
哎，先生，小便池在这边。嗯，哪个？啊，在那里，那里。不是，我，你小子怎么着？跑哪儿去了？那我撒尿呢。少废话，赶紧回来。你等我，我还喝呢，还喝呢。行，就这样，先这样，马上回来啊。嗯。下来看看吧，来，好。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话，没头没脑的。你烦了吧？我该走了。好吧。我煮咖啡，从不喝。我该死，对吧？是的，我该死。散了，我爱的，但是我又折磨的，我死了，他就彻底自由了。你恨我，你和你父亲都恨不得我死了，我死了你们就解脱了。也许我死了，对所有的人都好，是吧？现在，我倒真想喝杯咖啡了。我性无能，想必你知道这个。我本来也是个正常的人，可以好好的活着，可是我现在活不下去了，因为我连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功能都没有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真的该死，但是很可惜，我没有自杀的胆量。乔宇，谢谢你。不想让我喝，这咖啡拿来不就是给我喝的吗？嗯，
难道你下了毒？如果是我，我就下毒，真的。方凯，方凯，别喝，方凯。敢拿氰化钾，敢动这个念头，现在又不敢了，啊？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你们看看这个车上的人，你们谁认识？人呢？哥们，对不住。哎，哎，行了行了，嗯，到地儿了。嗯嗯，哪儿？下来呀！你说到哪儿了？嗯，来来来，不不不，上山了。喝成这样，谢谢。买单，买单了吗？啊！别管了，别管了，行行行行，多少钱，师傅？20。行，来。你付，你付行吗？我不付，谁付？你付啊！来，上来。说你要走啊，都已经决定了。苏大哥，谢谢你。啊啊，这不应该的吗？应该我谢谢你。不早了，我先回去啊。嗯，再见。
开着电视睡觉。方凯，方凯，起床了，要迟到了。西南部有小雨，其他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晴天。我国的东北地区以晴为主，西藏中东部及四川盆地和江南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。魏安律，想和你说，马上到。昨天晚上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哟，把你给吵醒了，两点多吧。我喝多了，记不清了。起这么早，有任务？突发命案。嗯，你眼圈怎么黑了？没睡好啊？啊。什么命案？华亭路停车。到了以后给我挂个电话，省得我担心。你还没吃早饭呢。哦，车在外边等着呢。让他们等会儿吧，您吃点东西再走。不吃了。哎，苏静呢？他有案子，早走了。哦。死者身份确认了吗？死者叫方凯。我们在他车里发现了新安公司的停车证，还有他的驾照。熟人，乔玉他爸手下分公司的经理。你觉得是自杀呢，还是他杀？现场看像是自杀。他老婆董小涵前两天离开了，两个人闹着要离婚，他情绪挺悲观的，再加上想当公司的总裁又没当上，气急败坏有一阵子了。
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呀？董小涵是乔玉的闺蜜，董小涵的情人是我发小，够寸吧？够寸。不过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停车场夜班大爷说，晚上12点多的时候，他看到车里可有两个人。两个人，咖啡也有两杯。也就是说，他临死前有人和他在一起。他杀的可能性不能排除。而且，直说吧。老婆和情人的嫌疑。董小涵今天飞海南，陈峰送他，两个人可能还在机场。陈峰，董小涵的情人，得先拦住他。您乘坐的3A8。喂，陈峰，机场，宋小涵，几点的飞机？9点多吧。怎么有事儿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先这么着吧，挂了。还在机场，走。大家请坐。现在开会，我代表董事会正式宣布，徐建博同志为新安集团新一任的总裁。在今后的工作当中，希望大家对他多多的支持。下面就请徐建博同志讲话。方凯家吗？是啊，方凯出事了，是喝醉了，还是出车祸了？我们发现方凯在自己的车里中毒身亡。昨天晚上，他死在他的车里，大概是中毒。是我害的。都怪我。但是我相信，有压力才有动力。我将在日后的工作当中不断努力，不断进取。同时，也希望我们各部门的领导和同仁给我大力的支持。小乔，小乔，啊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什么呀？你那手机在震，赶快接吧。方凯他死了。
方凯死了。今天早晨的命案，死者是方凯。天哪！小韩他知道了吗？小韩他在我们这儿，我把他从机场接回来了。他现在怎么样？情绪不太好吧？你要好好照顾他。我知道，乔宇啊。你说。现在还没弄清楚是自杀还是他杀。如果是他杀的话，冯小还有很大的嫌疑。好，先不说。一直哭，自己跟自己说话，还是那两句，我害死他了，我对不起他。开会吧，碰个头。爸，爸。哎，请问你是方萌吗？是，我爸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我哥呢？我跟他出什么事了？你们快说啊！检验报告出来了，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的0点至1点之间。看场大爷看见有人和死者在一起的时间大概是0点20分。死亡的原因是氰化钾中毒造成窒息。氰化钾是国家管制的化学品，从死者的周边关系网调查一下来源。现场提取到2杯外卖咖啡，其中一杯含有大量的剧毒物氰化钾，另一杯没有毒。有指纹吗？初步检测只有方凯的指纹，车上的指纹很多也很杂。咖啡杯上都没留下指纹，车上就更不会留下了。其他的提取物呢？纤维和毛发还在化验中，情况大概是这样。生子，你那儿呢？死者手机上的通话记录和短信都核对过了，多数是同事和家人。最让人怀疑的是这个号码，这个号码只出现过一次，案发前一天上午11点37分和晚上11点25分，打进两次，通话时间分别为7分21秒和11秒。号码拥有人无从查起，这种充值号随便买，根本不知道是谁。最可疑的是，这个号码只用过两次，之前没有使用，现在已经关机。专门用来给方凯打电话的，事先是有计划、有准备的。看来是他杀。对，是可能他杀。确定了，陈峰和董小寒的嫌疑很大，两种可能，合谋或其中一人单独作案。陈峰没有作案时间，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记得我们喝酒喝到凌晨2点多。是他主动请你的吗？那你们一直都在一起吗？中间他有没有出去过？出去过。你们在哪儿喝的酒啊？文兴街。文兴街和华亭路只有10分钟的车程，也就是说陈峰只需要半个小时。他拿你打掩护？不可能。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
弟，这样子恐怕我得回避。不管陈峰做没作案，他都有嫌疑。以我们的关系，我必须回避。进来。安队、苏队，方凯的父亲已经抢救过来了，但是深度昏迷。他妹妹方萌一口咬定是董小涵干的，说董小涵在外面有奸情，串通奸夫害死了方凯。平静点了吗？毕竟是自己的丈夫啊，虽然你们感情不好，基本可以确定方凯是被人谋杀的。你就按那大夫说的去做，录完小样呢，上医院住院治疗根治就完了，回头咱们再录歌。不是我说，你看都是江湖大夫，有完没完呢？这点小样也该到了。他到不了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说那什么意思？董小涵根本就没走，在我们那儿呢，刑事拘留。你玩笑开大了吧？方凯昨天晚上死了。你和方凯的感情破裂，好像是你的原因。陈峰和方凯之间有没有过激的行为？我们现在怀疑你或者陈峰有作案的嫌疑。你闯进方凯家，口口声声说要杀了他，很多人听到了，派出所里也有笔录。什么意思？啊？你当警察当出毛病了是不是？激动什么？我他妈能不激动吗？我跟你二爷兄弟，我什么样你不知道？我是警察，我只相信证据。说白了，你跟董小涵现在都有嫌疑。你怀疑董小涵是吗？你他妈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方凯折磨他，你知道，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摆脱方凯和你在一起做出任何事情。放屁！董小涵不是那种人，知道吗？不是。人的心你琢磨不透，人的心你摸得透吗？不会的，他不会杀人的，不会的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爱情会让人疯狂，你刚才说的那几件事儿，两个人都很疯狂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
相信我是儿子。不。吃饭吧。苏静呢？有案子。什么案子？方凯的案子。总裁人选定了？定了。那就好。现在终于没有人逼你了。你都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你，爸，爸，您别激动。爸，你杀人，你杀过人，现在又杀。爸，我没杀人。从前没有，我现在也没有。您不相信，我自己心里清楚。方凯死了，和我们没什么关系。我只知道，他死了，您就安上了。我倒想谢谢那个杀他的人。你的拘留时间快到了，你要是还不能提供不在场的证据，我们就要申请延长拘留时间了。昨天我在面包房。哪个面包房？图书馆附近的，我经常去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忘了。几点啊？12点多钟吧，我手机忘在那儿了。有人能给你作证吗？有。你是老丁？啊，是我们市局刑警队的。昨天晚上找你了解些情况。昨天晚上你这面包房几点关的门？像往常一样，10点。没记错，错不了。好的，谢谢。面包房关门了，但我没走。为什么呢？有个顾客手机落这了，我留下来等他取。你跟这顾客认识吗？不算认识，只是经常到店里来。那你知道他名字吗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在市图书馆工作。他几点回来拿手机的？大概11:50左右，我们聊了会儿天儿，他心情不大好，大概是12:40左右走的。记得这么清楚？我一直在看钟。第二天一早7点开门做生意，面包房开门早。你跟我们到市局去一趟吧。他出事了，只是做个证。啊，可以。安纪律，我得回避了。你觉得陈峰有问题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不相信他会杀人，所以，我必须回避。好吧，安队，苏队也在。面包房的老板来了。什么面包房？董小涵昨天晚上忽然想起一个证人来，要是他怎么说的？他跟董小涵说的差不多，
但他不知道董小涵的名字，得认一下。要是认得没问题的话，就先让董小涵走吧。你们看着办吧。苏队他怎么了？回避了。回避？哎，嗯，这回咱们都认识了，不会紧张了吧？啊？嗯。咱们开始唱了。来。在那个无雪的冬日里，你留下的面衣，我迷迷糊糊地穿着它，不觉到了夏季。来来往往的人不停，有目光的惊讶，伤痛有过的期许，只留下一份小小感激。看人群川流不息，匆忙中到哪里去，让思想边际，让歌声留在这里。看人群川流不息，匆忙中到哪里去，让思想漫无边际，让歌声看清楚了吗？看清楚了，是他，他是我那常客。你再想想，昨天晚上他到底几点离开你的面包房？确切时间？我说过，12:40过一点。你能确定吗？我那一进门，墙上挂个大钟，我习惯进门时瞧一下。我送他回来时，我看了一下。带他去做个笔录吧。我能问一下，他出了什么事吗？她丈夫昨天晚上死了。去吧。安队，拘留时间快到了。我知道，我再找他谈谈。好的。现在只能排除亲自动手的可能性了。不过他们两个人仍有合谋作案的嫌疑，出去以后还得监视，你安排一下。好的。叫生子把陈峰带过来。嗯。你一会儿就可以回家了。希望你继续配合我们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反映，尤其是关于陈峰，他有重大作案嫌疑，和你的关系具备杀人动机，有作案时间。你们抓他吧。你们之间发生过的事情你最清楚了。陈峰和方凯发生冲突以至于动刀也不是一回了，他还曾闯到方凯家扬言要杀方凯，很多人都听到了，派出所也处理过这件事情。为了达到和你在一起的目的，他很有可能丧失理智铤而走险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？那方凯怎么死的？
我不相信，不可能。你了解他多少啊？是陈峰吗？对啊，我们市局刑警队因涉嫌谋杀方凯一案，现在正式拘留你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弄错了吧？错没错，跟我们走了就行了。苏静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没事。老郭，待会帮艾再录一遍，拜托了。走吧。哦，对了，刚唱特别好，记着那感觉，再录一遍。哎，还能唱吗？都说了，苏警官来找我，我跟他说得很清楚，我不想再重复第二遍。我希望你配合。现在你有重大嫌疑。证据呢？我没有说任何人是凶手。叫你来就是为了询问取证。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请你理解。好。问，你和董小涵是怎么认识的呀？苏静，爸，怎么不高兴？出什么事了？
方凯的案子，算了，您不喜欢在家里说这些。哦，方凯也是熟人嘛。这个案子我回避了。回避？为什么？现在的嫌疑人陈峰，他是我朋友。陈峰就是小韩的那个？对，乔玉介绍他们认识的，没想到现在居然惹出这么多事情。这么说，是陈峰杀了方凯？现在只能说他嫌疑最大吧。哦，昨天晚上你在哪儿啊？路边摊儿，和你们苏警官。一直都在一起吗？你问他去。我现在问你。对着。你再好好想想。没什么可想的了，吃完了再把我送回去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十二点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离开喝酒的地方？有，上厕所。你上哪儿上厕所去了？喝多了，不记得了。那有人可以证明吗？上厕所谁可以证明？苏警说你去了半个小时左右，而且是坐车回来的。最近的公共厕所步行也只要五分钟吧，半个小时足够你打车从文兴街到华亭路来回的了。我明白了，你们的意思是说，我假装喝醉，找个借口上厕所，然后赶去把方凯杀了，再回来跟苏静喝酒。你们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什么也没说，我就想问问你，这半个小时里你上哪儿去了，干了些什么？谁可以证明？我都说了，我连上厕所喝醉了我都不知道，我上哪找证人去？没有证人就无法排除你的嫌疑。你们苏警官呢？他就是证人。他人呢？你看那姓苏的有没有来见我？你冷静点。住手。看他是不是有脸来见我。小猫，你给我滚！你不许叫我放假！小猫，滚！小猫，你听我说，我不想听。没有见过你这么贱的女人，你怎么这么恶毒啊？我哥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？你竟然杀了他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你不想和我哥过了，你外面有人了，有就有吧，你为什么还要杀人？那是一条人命，是我年轻生活三年的丈夫，你怎么下得了手？你俩就这样狗吃了？你马上给我消失，我这样对你不客气。你给我妈，妈妈，我想见见爸爸，我求你了，让我见见爸爸。你还有脸提爸？他不是你爸。我爸都两天没醒了，现在还没有脱离危险，都是你害的，我们家被你毁了，你知道吗？爸爸现在在哪儿？带我见见他，我求你了。休想见我爸！妈妈，听我说，放下锁，跟你妈妈，跟你无关。妈妈，妈妈，你让我见见他。妈妈，妈妈，你让我。Thank you.
生，我爸情况怎么样？还要继续观察啊，请放心吧。稳定吗？稳定稳定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医生，医生，打扰您一下，请问方老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儿媳妇儿。病人是中风，没有脱离危险，再观察看看。通知景家属，这里24小时要人看护，一两个人是忙不过来的。知道，谢谢。消费单，赶紧把钱交了吧。我马上就去。麻烦您帮我拿进去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哎，谢谢啊。哎，给你，这是什么单子？